很多朋友打来问的那个老板是不是要办演唱会，然后每个人问的那个月份都不太一样、欸、其实你可以卖耶、欸、你很适合来卖，我已经印很多张出去了、啊因为我们要去唱大巨蛋哦，我们还在讨论中，还是你们有在之前有讨论过？没有，这真的不知道。这比赛已经送了十八吨，有很多朋友打来问的，那个老板是不是要办演唱会？可以帮我买几张什么什么？然后每个人问的那个月份都不太一样，甚至连那种什么哎、欸，他们拿到那些宣传的那个照片。都有了，我说、啊、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而且是第一张专辑的照片，这肯定是假的，太爱杰伦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可以卖耶、欸嗯，你很适合来卖。没有，其实我已经你笑啊，我已经印很多张出去了、啊。退价，退价，来赚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其实卖黄牛会比主办方好赚。我问你啦，问搞笑。或是有在骗吗？我常骗人啊。不是说感情，那是说都有。你是被误伤，是不是被误认成柯震东？我跟舒华反正合照嘛，然后就大陆有一个网友就说，柯震东怎么长成这样？果然生活不健康，老得快，然后是我的照片。啊，你不是八五版的？很好笑啊，你是八五版的 KY， 伤害两个人。